接下来演奏的曲子是《古街闹元宵》，是玉国的姐姐玉柔为大家来演奏。现在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玉柔为大家带来这首很感动的曲子这首曲子大家一定会很喜欢。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曲子的演奏，再来介绍曲子的一个意涵哈。非常谢谢玉柔为大家演奏，谢谢。谢谢玉柔为大家演奏了这首《古街闹元宵》。这首曲子是老师在1999年的时候，到春节期间到泉州看到了这个民俗祭庆祝元宵节的一个情境，所以就写成了这首曲子。